如果你想要来点异国风味的话，那么小林要特别为您推荐是位于 Roland High 钻石广场内的泰景苑。走进泰景苑呢，你就可以感觉到浓浓的泰国风，而且他们的用餐环境非常的舒适宽敞。OK，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的来到了 Roland High 的泰景苑，也访问到了泰景苑的经理 Tony。Tony 你好。哎，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Tony， 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泰景苑的泰国菜跟其他的泰式餐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哦，第一最大不一样，所有的这个厨房都是秘传，而且是从家庭古老的传下来的，几代接的传下来，所以而且在主要就是我们做法跟的菜式都是比较大菜式，比一般的小的泰国餐厅不太一样。我们第一介绍这个就是我们的柠檬汤全鱼。味道真的好有柠檬味，这有点酸酸辣辣，再加上一些泰国的 herbs， 所以就是很口感很不一样。那这一道呢？这一道呢，就是我们的这一般 traditional 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Tom Yum Soup， 那就是冬阴汤。那这一道是所谓的沙爹还是？这一道呢是其实是属于烧猪肉配这个泰式的糯米饭，跟traditional 沙爹是不太一样的，而且这个肉的跟沙爹一般这种烧一定是猪肉，沙爹一般都是鸡或是牛。那它的这个配料有什么特别吗？配料就是这个猪肉一定要腌差不多超过两天，要不然这个肉不会有味道。而且是你现来 order 马上现就给你去烤。那这道很漂亮像扇形的菜呢？这个是我们的 President Crab， 那这个是所谓的软壳蟹，配上我们秘制的辣酱，而且是每一道菜其实都是现 order 才现给你做这样子。可不可以帮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如果在这个圣诞新年期间来的话，泰景苑有什么一下这个 Roland High 店有什么特别的一个优惠吗？有，只要各位观众来吃饭，我们就送免费的泰式冰奶茶或是泰式冰咖啡。我听说好像还有别的优惠，是不是？哦，那你要来才知道哦。OK， 好的，那所以在这个圣诞新年假期，别忘记跟这个家人、亲朋好友呢，来罗兰岗钻石广场内的泰景苑来试试看我们的泰式传统的美食。谢谢。哎，谢谢。详情请洽泰景苑6265789814来洽询。